我们今天要来备战拜月教主，还不太清楚说今天会不会遇到他，但是就是慢慢顺顺的去过，这个迷宫，所以有蛮多迷宫要走的，所以我们就慢慢走下去吧。好，来了。各位要不要呼朋引伴啦、啊？我们来呼朋引伴。如果你有喜欢仙剑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就是呼叫一些朋友说：“哦，准备要打王了，爹，青梅，是你回来向我索命吗？爹，我是灵儿，是您的女儿啊，真的是你。”妈，是你妈，灵儿。啊、哦，没错，你就和当年的阿青一模一样啊！快过来，让父王看看你。女儿，是爹无能，是爹逼死你母后的，但是爹也遭到了报应。王宫中所有人都弃父王而去，爹自知。爹没有多少日子可活啦，我只希望在我死前能够得到你的原谅。女儿，你能原谅爹吗？无论您以前做了什么，您还是我的父亲啊。太好了，灵儿，今后你要接下爹的王位，替爹挽救这个国家。大王，我反对，怎可让一位妖女当我们的领袖呢？喂，你这老贼，害死了我好多族人。灵儿姐姐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将你斩首示众啊！我也无心于王位，也不想报仇，念在你是元老重臣啊，只要你发誓不再使用邪魔兽，我可以饶你一命哦！哈哈哈哈！天大的笑话，我们要谢谢江豪的订阅啊！你们这些小玩儿能奈我何？殿前武士，将他们拿下！好了，这个，现在变成李逍遥在下面了。我现在声音有点大。好，天罡登记给他。小鬼，老妖怪，轮到你了！啊，灵儿姐姐，灵儿，不，哈哈哈哈！无知的小鬼，真正的巫王早就被我给杀了，你就让假的陪你们玩玩吧！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要开始对他了。要摸三次哦，好，来摸，吼，金茶王，对，偷，啊，阿奴就想办法一直补血就好，好，偷三次了，保他一下。1024啊，哇哦！
该还 OK。火神是超级赛亚人啊，只是很瘦。欸，很好，都是用 P 的。好，就是顺大的意，我们就丢钱了，钱我丢。嘿嘿，丢一次还 OK 了，哇，升级。灵儿，振作点。我已经施了赎魂咒，但是灵儿姐姐还是没有心跳啊！可恶，我要替灵儿报仇！十年了啊，这个家伙现在没有了那臭丫头，我的魔神兽就是真正的不死之身啊！这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我的。果然，这一切都是你搞鬼！十年前苗疆发生的那次大洪水，一直到这几年来可怕的干旱啊！都是你们黑苗族破坏女娲大神的封印，召唤太古魔兽，破坏大地灵气的平衡而造成的灾难，然后嫁祸给巫皇娘娘。那些只不过是我小小的实验罢了，那证明我只要掌握魔神兽就可以操控所有天地间的力量，我要疯就疯，我要雨就雨，哈哈，怎么样？任何部族不听从于我，我就让他们万劫不复，你们白苗族就是最好的榜样，呵呵。你疯了。谁说本座疯了？这王国是我的，全苗疆所有部族都要对本座俯首称臣呐、啊！我第一步就是要先灭掉白苗，之后再进兵中原，让我伟大的黑苗族君临天下，再也没有人再可以轻易轻视我黑苗族。你们这两个小毛头，哪里知道老夫花了毕生的心血，为的就是这伟大的计划。现在我只要再献上一男一女的鲜血。而且最好是灵力越强的人，我这心爱的水魔神兽就可以再次的复活了。做了一个春秋大梦，呵呵，你们两人就作为迎接这伟大日子的祭品吧。哦，灵儿，小好哥哥阿奴，请你务必帮我阻止他。你没死，在没有粉碎你的疯狂的野心之前，我是不会到阴间和我爹娘见面的。想打倒我，哼，再回去修炼一百年吧。好了。好，九神流一回。哇！帮他补气。先保护少林儿好了，然后我就是用物品，好，下一轮再用真元护体护阿苗。补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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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个，反正都已经没差了。哦，不妙！哇塞，惊人啊！真的是非常恐怖。哦，叫人出来还好。吹哦，吹应该还 OK 吧。OK， 好，我终于可以用一次酒神了。然后我就继续补血，然后我就丢钱。
哦，很好。然后我继续选酒神，然后400，哎呀，应该够。干掉了，没有用银骨就把它干掉了，哇塞，惊人啊！哦，哇，哦，哦，哦，完全好像还蛮轻松的嘛，啊啊啊，蛮轻松的吧。等下应该是要打那个怪物吧？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俯首认罪吧！哼，休得羞辱老夫！嘿嘿。这老家伙居然自己老断，太好了，这坏蛋再也不能耍什么阴谋了。哼，从今以后终于恢复和平的日子，这次可真多亏了阿奴，嘿嘿，那当然。咦，怎么回事？糟了，快走！哎呀，我又怎么以前不记得有这个？哎呀，恶心！我靠，我以前不记得有这个动画。我也哦，这个节目很可怕。啊！哎呦，其实这样看起来真的还蛮可怕的。还是救阿奴啊！哇，这动画真的做得很好哎！哇、哦，超人怎么那么帅啊？哦，直接同归于尽啊！只剩下，哇，这掉的非常刚好，只剩下这个账了，哎，在吹笛子了。李逍遥就这样子离开了。月如，好美啊！全剧终，啊，结束了。哦，李逍遥这个真的帅，什么翩翩轻洒美少年，领导求要什么结仙缘啊？林月如，刁蛮少女贵千金，比武招亲动芳心，盼能与君长相依，结伴江湖什么瞎什么。阿奴如此苗女，什么 鬼精灵喜逢君子长，心长情，赵灵儿心灵，怎么这张感觉有点像鸡排面？怎么讲？工作人员 ，producer 啊，我们这次终于
这些都是传奇人物啊！你们看到右边，左边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神啊，就是，对不对？这些人真的是要好好的给他们鼓鼓掌，真的就是做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游戏，对不对？然后真的在台湾真的是，虽然说这是新系名体，对，但是就是我们以前嘛，也不能多说什么。然后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们居然在没有银骨的状态下把拜月教主给干掉，这是我以前小时候也没有成功过的事情。以前就是打得超辛苦，怎么样都赢不了。然后之后有用银骨之后呢，就是一直最大输出给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以前可能小时候也没有攻略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说之后渐渐开始玩一些旧的游戏，因为我真的觉得以前旧的游戏，我刚刚其实在打拜月教主的时候也是，你知道，也是手也是很紧张，多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在生命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只魔王啊，小时候真的是拼了命才达到这个点，现在当然就是因为有攻略啊，然后网络上很多资料都已经一大堆攻略可以让你找迷宫才可以走这么快。然后再加上有很多上面就是有很多各位网友的留言，那当一直在玩的过程中都会知道说要怎么去，要怎么拿，要怎么打，我们才会在最后面可以打得好像如此的快。对啊，那但是以前的游戏就有这样子的魅力，就是得要拼很久才可以拼到一个终点，一个结束，一个魔王的价值真的是非常的强大。现在就是魔王的感觉都没有这么没有这么的魔王了啦，对啊。哦，这游戏就这样子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这样子从一开始的第一集一路一直跟到最后面的直播的朋友啊，就是今天也是非常的辛苦，也是打了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整个仙剑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那也真的是非常开心，有刚进来的朋友就破台，那就是知道，你可以去看 YouTube 的这个之前的回顾影片呢、啊。我这每一个段落其实都有把它记录下来，对，所以你们可以去我的 YouTube 频道去看，之前的玩直播的过程，然后我都有把一些就是走迷宫的路啊，跟就是只有留一些剧情的部分。对，所以非常开心这次能够把它破了，然后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也要告一个段落，那《仙剑奇侠传》的整个故事的直播也到这边就要结束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那之后如果有开其他游戏的直播，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支持了。噔噔噔噔，那我们就最后一次把那个直播的片头，《仙剑》的片头给看完一次，我们就来。结束了，好了，我们就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喽，感谢各位的收看，拜拜拜拜，下次见喽。